幸福号即将启程。你好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宏伟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。我们很荣幸的以天颂皮火车站为创生基地，然后呢，并与丰田乐佛股份有限公司还有梦想极策力有限公司，我们共同合作，取得了101年的经济部推动中小企业城乡创生转型辅导计划案，也就是 SBTR。我们要号召宜兰在地的青创、农创、文创的伙伴，一起投入落实地方创生，发展城乡特色产业。这次的计划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让我们更深信，一个城市的发展唯有导入数位经济、循环经济、体验经济，才能分散风险，也才能进行典范的移转，吸引更多青年回乡创业、生根在地，并接触到正确的消费者。我们结合了跨领域、跨校际、跨业界的资源，希望能够以3家公司的能量，协助你在线上与线下触及到更多的通路与面向，并实际的帮助你创业，达到多方盈利的目标。因此，我们要邀请15位在地的文创、农创有兴趣的朋友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借由计划的资源与3家公司和产官学的整合，提供你优质产品在线上商城三星馆上架，创业小宝投家个人网域用于社群的推广，以及天颂皮火车站的三星馆露出与销售。当然，我们会提供你专业的线上课程，结合线下的三星馆，再整合我们的假日市集，还有无人贩售的这个资源，让你的成功离希望更近。所以呢，当然我们会提供你线上的专业课程，结合线下的三星馆，在天颂皮车站的假日市集，再结合无人商店的资源，让你创业离成功更近。所以赶快加入我们的行列，天颂幸福创生，智慧乐活安农。